好，我是 Nico， 我现在在迈阿密跨海公路的起点，怎么去玩吗？So we have Sonia here, who is the manager of the stor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help us. And if you can give us like a quick introduction of the store. I know it's a historical restaurant. So if you give m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en this been built and what type of food you're serving and how's the business been going so far. Business is good. We serve all kinds of food. A lot of seafood. We're good for our breakfast. We have two different stores. We have this one that's open fo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Uh-huh. And our second store is open only for lunch and dinner. We've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As you can see all the tags that are donated by customers. Oh, really? Let's see what else. This is conch salad, which is a ceviche style. Uh-huh. And it's very good. And our smoked fish dip. Uh-huh.That would be the four that you should try.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Not a problem.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就炸河片儿，然后他说这个 cottage 是一种小木屋的意思，他说这个长得像那个木屋的瓦片儿，这叫 cottage fry 木屋的瓦片。对，这个炸得很脆，这个已经单独的就是吃掉了。海螺还蛮新鲜的。啊，他们那边都是新鲜的。海螺很新鲜。我要夹了这个吃。饼干夹了就行。这是叫 crab cake。试一下这个蟹饼。我比较喜欢吃这个。Conch salad 啊。对，它这个很新鲜。他那鱼，他说是 ceviche， 等于也是拿柠檬杀手的。就是它那个不是煮熟的，我怎么感觉吃起来有点像腌的那个萝卜呢？海螺像萝卜，我感觉也像小萝卜，但没那么脆。对，不至于吧？你们是不是跟萝卜不熟？萝卜怎么会是这个口感？好歹是个肉，哪怕你说的是个豆腐都行。硬硬的，我来一个酱子一个版的三明治。塞，可以可以。你老师这个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了。把这么可爱的鳄鱼给吃了，超像鸡肉的。
但它比鸡肉还要再嫩一点点，它没那么像口感，咬下去真的像鱼肉跟鸡肉的结合。那是 Maki Maki 今天吃的那个，就那种鬼头刀，长长绿绿的。鬼头鱼。对。那汉堡是安格斯牛肉。对。然后那个虾是这边 local 的，叫 Pea Pink Fish， Pea Pink Shrimp， 粉虾。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土豆饼，感觉它里面是空的。炸起来了。Cottage fried 特别难买到，是吧？这是已经快失传的美国传统菜。来，你们俩排个名。哎，我排名啊。你觉得？你们每个人排一个，你俩先排。我最喜欢的。对，虾饭还是不错。第一。然后，然后沙拉，这个。第二。然后第三，第四。其实这个我没办法排名，因为吃起来口感还好，但是没有想到它是鳄鱼，我就吃不下了。开始排，好难哦。土豆第一。啊，我也觉得虾饭好吃，就因为我饭给我很惊艳，就是很虾，我记住了。然后第二名，我觉得这个鱼还蛮不错。啊，但我吃一口。对，我可能就吃了两口，但我觉得这鱼还不错。第二。对，但其实虾饭第一，然后鱼第二。主要是，对，主要是安德鲁斯牛排，我们家自己买了好多，每天早上吃腻了。每天煎一个。对，说嘛，我们可以点一个。他也那什么。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鳄鱼肉还好，但我觉得炸的有一点点老了。谢谢。哦，这还有烤黄油。我觉得薯饼跟这个是第一。薯饼和哪个？和它。哦，两个并列第一。哦。然后他们又不服这个，不分伯仲哦。然后是这个。哦。然后总是这样。可以。是我的排名不太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第一啊。我们查一下谁第一，他说第一。我觉得他又会说虾。虾。不是，可能天佑说对这个，哎，虾跟这个，你老师说对了。不是，是因为我有，就是这个，我吃过无数 gator bites， 然后就是大部分做的都不太好，而且每次我吃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就是炸个肉嘛，怎么会炸？就是因为 gator bites 有点问题是在于，你处理的不好，它就腥。就是如果你块切的大，然后没有处理好就腥，然后大部分地方它就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块切的小，这种东西特别老，比这个老。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么不好的经验，然后今天吃到这个，我觉得。我知道为什么，他爸苏打粉呢？不是，真不是，因为它这个真的是不腥。对，它是一点腥味。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在 Gator 里边非常难少见。那可能他当场杀了，然后立马就当时马做了，很快就做了。然后没有放冰箱冻很多天，我觉得外边现在有一个鳄鱼搁这嘎，不行了，没尾巴，我马蹄。